曾经好几个青年人问我：“哎，师傅，我那个为什么我生在我这个家庭？我父母亲就是身份那么低下，那么卑贱啊！Uh, 我们家从小我们看到都是贫穷的，这是什么命运呢？为什么让我摊上这么一个没钱没能力的父母？因为这是我们的业。” 人家生的好家庭，相貌好，啊，智慧高，能力强，啊，脑子又聪明，这个人家前世修的好，就是修功德得来的，功德功德，啊，最终你做了功德，最后你得到了那个德，那个德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各种好处，比如长得好，又聪明又智慧。 生在富贵人家，啊、哦，工作、恋爱、生育都顺利，这人家就有功德的家庭，出来的孩子。啊、哦，我遇到过一些夫妻两个，早些年都是大学毕业，比如说现在他五十岁吧，早些年都是大学毕业的，都有一个不错的工作。哎、嗯，他在找我聊天的时候，我一看，哇，还没开口之前，我就看这个人的长相的感觉。 嗯，完了。嗯，旁边一个弟子就问：“师傅，你怎么说他完了呢？”小声问我：“我说败家相，败家相。”哦，他就开始思考怎么个败家相。过一会儿，那太太就说：“师傅给看一看，我们两个都是踏踏实实、认真工作的人，好不容易就是在加拿大哈，好不容易。” 啊，省吃俭用，存了三十多万加币，就是三十多万加币，大约行同于三十万美金吧，就是这个价钱。好不容易存了这点钱，存了二十年哈、啊，可是去年有他的好同学、好朋友、亲哥们儿给他介绍投资，嗯，上当了啊，而且打官司没用。 人家那公司破产了，刑法都处理不了那人，所以这个太太就问我：那的命这么苦啊？她说之前也有输过钱，但是这次是最惨的。呃、啊、现在一分存款没有了。我拉我投资的人都是我的最好的同学，初中的同学，从中国一起读书到一起移民出来到了美国，完了之后上了当啊！这这这么信任的人，他怎么会骗我呢？ 那个人也没走，说我没有骗你，啊，我没有骗你，是我给你介绍的这家投资公司狂了，嗯、啊，我说，连他的同学的钱二十万也是没有了，那个同学也冤枉，说我自己的钱都拿不出来，我能骗你吗？但是我的答案呢，他就这命，就讲白一点，哎，朋友，你就是一个打工而没钱的命。 这是实话，但是我又不能直白的说。但是等他们走了之后啊，我们内部在聊天的时候说，这对夫妻哈，你看他那个形象，他是存不住钱的。说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败家相呢？我问的好，这个是前世功德不足，做功德不足，你没有做那么多的善事。 啊，而且呢，在他们的前世就是吝啬鬼，但是父母的遗传又很聪明，就聪明，他读书做事都是挺好的，但是就不是不能存钱。如果一旦你有的话，假设非得有的话，那你离死也就很近了，就你命中就不能享用更多的钱财财富，就是这样，啊，所以我们还讲究在命相之中研究之中哈。 来研究说，你这个人啊，这一辈子可能有多少多少钱财，就是你不能超过多少钱财，就是你本有的命相。那这些财富，这些美好，都是与你的前世今生有关系。因为我们讲到今天的话题叫因果报应，先讲到这个内容是败家相，就是你你的家、你的家族或者你的父母长辈留给你的这个家业。 你没有保住，你把它给败落了。一个是败落掉了，还要说可能有了这个现象，使你的家族败落掉。所以给大家提醒呢，就是我们这些像哈，都是来自于有个大的因果关系，一共有四个阶段，有四个阶段哈。第一个就叫恶行，就是错误、邪恶、伤害的行为。 比如杀生、偷盗、欺骗，啊，吸毒，啊，绑架、勒索、骗人，就是很多很多这个坏行为，啊，尤其是杀生是第一重啊。对，很多这个恶行，恶行呢，做了之后就产生了业力。业当中当然细分呢，有分好坏哈、啊。就是，但是呢，容易让大家理解的话，我们可以称为业力，可以理解为是不好的。 那么好的呢，就叫功德。如果这样理解就可以。但是呢，从究竟业来说，里头含有叫善业和恶业啊。恶行产生了这个业力，业力就出现败家相。有了败家相，就会产生败家的行为，就知道了哈。现在我先给大家聊一聊呢，这个败家相啊有哪些内容，酗酒。 我们在生活之中哈、啊，常常见到，尤其是一些男的，几乎你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的走路就没正常这样，像人一样走路，都是像个柳条儿一样随着风来回摇，因为他总是把自己喝醉了。这样喝酒的人，请问他爱他的家吗？他有没有说我养活我的家庭，把家治理好，把孩子们教育好？ 把我的生意做好，有吗？做不到。也有人是这样，喝酒喝醉是因为借酒浇愁，是吧？这个，比如说离婚了、失业了，就是其实你越遇到烦恼，哈、啊，谁遇到烦恼，尤其是男的，都会想着喝两杯再说，先把自己灌晕了，是吧？让自己少一点烦恼，借酒浇愁，愁更愁啊，烦恼会更多，甚至惹来杀身之祸，因为。 别说喝的贪的不会动了，他也不会说话了啊，这个还好。这个说半醉不醉的时候可敢说话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平时不敢说的，哎，那都说出来了，哎，可就麻烦了。其实我们很多的灾祸就是因为一激动，一激动之后说了一些比较过分、过头的话，哎，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，乃至离婚和失业都是因为喝了酒。 说的造成的，就是这样，还甚至还透露机密，说你们家银行存折密码都给告诉别人了，就是这样哈、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拿这个酗酒行为来说的话，他可能会引发了很多很多，其实让自己更倒霉的事情，啊，那还有之后还有很多败家的事儿，就是吃喝嫖赌嫖娼嫖这个行为哈、啊，哎，满足自己的某种欲望，而不管家庭。 啊，不顾家庭的这种完美啊，不顾儿女的感受啊，这个，所以在过去染上这种行为的人呢，就是败家，因为这个行为会引发你花钱的时候是控制不住的，就有点像孩子们打游戏哈、啊。今天的孩子们打游戏，我听说在网络上是要付钱的，还有的是那个。 他这个游戏呢，是在网上和一个人或同时和几个人通过网络是去竞赛，各种各样的游戏，是不是啊？竞赛的时候，如果你输了这一局的话，可能一一次不多，比如说两块、五块之类的。但是你一玩十几个小时下来，一算哦，今天输了两千多。如果是美金呢，两千多一个月工资没了。 那接下来你的房租、生活费到哪找去啊？对不对？所以看的是小数字，这当他一积累了时间之后哈、啊，而且你越打越上瘾，因为越是竞争的时候啊，竞争的时候，你会忘记时间的。很多人在那赌博哈、啊，赌博的时候在那打麻将、打牌哈、啊，一坐八个小时，从赌博到我刚才说嫖娼等等这些。 是你不知不觉之中，啊，你的费用会越加越大，越加越大。那我我们有一个同修，他的朋友，嗯，他曾经在中国投资了四家滑雪场。比如说美金的话，投入美金，要论最少的滑雪场，也要超过十个亿的美金。 可是有一天，我们这位同修在办公室正在办公，结果他带了几个大汉。大汉就是壮汉，穿的黑衣服，戴着黑墨镜，一看像电商黑社会一样。和他一起来的人不是他的人，而是压着他来的人，向他来借的钱。他说能借多少都可以，给多少都可以。他就讲了讲他的历史。 这位富人老兄呢，就是、滑雪场嘛，滑雪场老板呢，有一天说：“哎，整天经营滑雪场太累，啊，他有朋友说咱们开年会，股东开年会，咱们去澳门开吧，跑澳门开会，澳门最出名的不是小吃，是赌场。”他们开了一个月的会，之后，这位富人。 说像娱乐性的，去到赌桌上玩一把。到了赌桌上一算，他们当时说就是那种扑克牌，扑克牌发牌官就是很公开的，手上绝对没有假手指头之类的，看看验明正身哈，啥都没有，来来来，就发牌就这样。发了牌，这个做投资这个人，这个滑雪场那很聪明啊，那都是人精，国宝级人精啊。 就太聪明了，一算这个牌，他就知道该怎么打了，一下就赢了，所以他带了那个二十万人民币，很快变成两百万。他想着，你那小样我还算不过你们，老子什么人啊？数学比赛第一名啊，我可找到我的能够施展我的本领的地方了。哇，很快变六百万，等再赌下去。 等再赌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挣了六百万，全压上去。”哎，结果有另外一个人过来，他不认识的。那人说：“我压一千万，拿一堆塑料片推过来，一千万，一下就把他镇住了。这你一千万就一千万，说你不后悔啊？不后悔？嗯。结果一赌，这老兄六百万刚挣来的，哗就输了。” 就几秒钟没了，就被人家给赚了。说嘿，还能算得过老子？我这么聪明的人，来再给你算。啊、嗯，那个，他的秘书就说：“老板，咱们现金花光了。”旁边就有人上来：“哎呀，您是我们的 VIP，VIP 赌场的 VIP，就是超级赌博的人了。哎，这在赌场 VIP 就免费吃面条那种。”就有人推荐说。 借我们的钱，嗯，借钱有协议，协议上头全是葡萄牙文。这老兄虽然钱不少，确实葡萄牙人，葡萄牙文读着怎么读，啊、嗯，就签个字儿就贷款啊。这贷款算什么呀？我贷款多了，他就不离开了，非要把输的钱赢回来。三个月之后身无分文，他的整个滑雪场四个滑雪场全部被人吃掉了。 还欠人家钱，所以才领着那几个人，澳门的人，完了到他所有的认识的朋友的借钱还赌债。所以败家项，其中一项就是赌博。所以很多奶奶级的人物，你赌的时候，我们一天在二十块，啊、嗯，十块或者五分，你敢赌五分，你的孙子就敢赌五万，或者一喝了酒之后。 就读整个的你家的房产，就青出于蓝胜于蓝嘛，这是一定会自动复制，所以这是败家项之一哈，千万别胡来。再接下来败家项就是，其中一种败家项的行为就是胡乱投资。其实我一开始就讲那个胡乱投资，这个夫妻俩那个事儿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打工挣点钱呢哈，挣了三十万加币。 哎，叫他的铁哥们儿、好朋友介绍个投资，最后身无分文。就是越是普通打工族，你在投资的时候就输的就越惨。大家知道为啥吗？我给你解释一下哈。比如，说整天在江湖上说投资啊、风险呐、啊、诈骗呐、啊，说他这种消息哈、啊，就正面和负面的同时接受了很多，所以等他和人打交道的时候，他的防范意识特别强。 在查你的底子是不是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他就叫江湖中人，他懂得江湖中的风险。可是你成天就是白领打工族，哈，天天就是两个点，回家和公司。他没有在江湖上混过，就不懂得江湖那么多风险。什么事儿最多就是听说，但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的那种冒险的经历，哈。因此呢。 脑子还是比较单纯的，不管说你们公司多复杂，但是你个人面对一个公司的时候，只对这一家公司的时候，所以你的信息量是比较单纯。那你又不是一个老板，又不是投资者，所以就不懂投资。所以，当我们越是普通打工族，我们其实在做所谓投资的时候，风险就越高。啊，所以呢，当我们有这个败家相的时候， 这些事情是吸引你，的，你很容易去接受这种败家相的行为，把自己好不容易存的钱打了水漂，消失了。而且不管自己有没有钱，喜欢冒险、喜欢在金融上和情感上冒险的人，是也是叫败家相之一。那么还有一种败家相就是谎话连篇，习惯性说假话。我是发现有些人呢。 有些人说什么都实实在在说，说实实在在说的人，通常是没有人缘的人。说话像开炮，因为他不看你的表情脸色，没那么高情商，反而说话像炮轰人一样那种哈。其实没有谎话，反而这样的人是老实人。总说一些你不爱听的话的人，往往反而对你有好处。 你见这个人每一次说话都觉得身上软绵绵、酥酥的，像喝了红葡萄酒一样的感觉哈，还是小心一点。这是会说话的人，但是把你卖了之后，你还是觉得软绵绵、酥酥的感觉。把你钱钱给你弄得倾家荡产之后，你身上还是软绵绵的、酥酥的，想他说这是个骗子说，说不可能。他对我那个给我那个爱的眼神一给我，怎么会骗我呢？呃，也就是把自己卖了，还帮人数钱。 就这种傻子，所以呢，谎话连篇的人你要小心，总是说说话说的你特别舒服哈、啊，哎，但是总是说谎的人，他自己是败家相。说谎的人能骗钱，能骗情，能骗人，但是最终没有好结果，也是败家相。再接下来呢，败家相哈、啊，你想不到的，就是懒惰。 你说我、哦、懒惰什么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比如说有个化工厂爆炸，爆炸的原因是这么回事儿，特别简单。等爆炸了之后哈，那半个城市都被污染，啊，那个蘑菇云升起那么大，把大家吓坏了。其实呢，就是他们里头一个工程师在里头工作，到了晚上值班的时候打瞌睡，烧用电炉子烧壶水，烧着烧着呢，把这个。 这个水哈，这个这个湖呢，给烧化了，烧化了程度之后，引发了火灾，引发了火灾，化工厂就爆了。这个、工程师有个特点，就是懒惰。那个办公椅呢，通常现在那种办公椅特别可恨，但是也特别可爱，坐在那儿，脚不用走路，就差点安上个电动马达，想往哪走一按，滋滋滋就走像残疾人用的那个椅子一样。 底下有个轱辘，想往哪走的话，最多脚哈、啊、往那一拨了，那个轮椅子呼呼就滑过去。他都懒的，他上厕所还坐个轮椅坐半截，<laughs> 好玩吧？就这么懒。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超级懒惰的婆娘，婆娘不对，对不起，女士们哈，呃、啊，超级懒惰的一位女士，啊，她丈夫出门去做生意，知道这个女士呢懒。 给他烙了张饼，中间挖个洞，套到脖子上。说你一定哈，吃前头没有的就转一圈儿，呃，转一下就咬。呃，旁边有的是饼哈。等他一个月回来之后，哎，太太饿死了。为怎么饿死呢？只咬了跟前这一块儿，都没转个圈儿，就懒到这个程度。这个比喻是有点特别形象哈。但是很多人懒惰就是这样子。请问？ 我们除了开玩笑笑过之后，如果你开了一家工厂，雇了三百个工人在做生产，不管生产什么东西哈、啊，如果每天到下班的时候你才去工厂看一下，三年都不检查你的财务和税务，呃，会计的问题，请问这工厂效果怎么样？ 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三年都不怎么搭理的话，这工厂三年之后还能存在已经不错了。但是，你一查账才发现，工厂不但没盈利，其实已经替你欠了一笔巨债。就是这么危险。所以，这个、这个、这我们的很多行为哈，其实有很多，就是因为懒惰而引发的接下来的副作用。所以，很多的事情哈。 很多事情，很多我们的败家相，因为懒惰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昏沉哈、啊。这个昏沉的概念的是脑子迷迷糊糊。当脑子迷糊的人呢，等谈正事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两个眼儿就开始对眼、啊，啊，或是翻白眼，就是、脑子缺氧。但是学歪门邪道的事一提，啊，两眼放光啊，这就坏了。所以当正事的这昏沉了，哎，两眼无神哈。啊 这是败家相，就是你的，就是功德不够哈、啊。还有呢，白天犯迷糊，晚上贼清醒。一到晚上睡觉了，说：“哎呀，咋这么兴奋呢？”啊，这高歌一曲，邻居全来投诉。啊，要狂奔在马路上，警察来抓你啊。反正，哎呀，总是不该干的他都干了。啊，这是一种昏沉哈、啊。还有一种呢。 就是喜欢邪道。你说赌博了，他来精神了；说那里杀人了，来精神了；啊，那里闹鬼了，来精神了；吸个毒啊，啊等等，凡是越是不好的事儿，他特别有兴趣。你说好好读书，做个好工作，去那个办公室工作，去那个工厂打工，没兴趣，打死都不去。你说弄邪道的，那特别有精神，就喜欢歪门邪道。 这个现象都是业火烧身造成，败家之相。那、no, 你看我们这个败家之相有多少了？我、oh, 所以给大家笼统这么讲哈，宏观看这些败家相来的时候，你和你的亲人或者子女有没有呢？你自己想一想。如果再接接着往下讲的话呢，有了这些相的话。 就会出现了很多更多的东西，其中一项还有婚姻不顺。接下来呢，还有说好不容易结个婚吧，人家还要发誓，誓死都不生孩子。抗战七年不生，抗战七年之后自己想通了，还是有个孩子好吧？想生生不出来了，哎呦，就差点也要说下海八千米。 上天十万米，只要能生出来就可以。说能生的时候，就誓死保卫着自己的身体；就是不生，等生不出来的时候，宁死的精神都有，也生不出来了，是吧？这还是败家，像我们的业力。他人的幸福感哈、啊，还就是一代一代的说，哎，你看这是爷爷用过的碗，爷爷用过的家具哈，你看这个东西还不错，有个罐子留给孩子。 留个儿子，留个孙子，留个重孙子，其实从中找到了很多希望和快乐。人们都知道最多活一百年，啊、嗯，人就没了，就死了。但那种幸福感呢？说，哎，我还留给了我的儿子，留给我的孙子，哪怕是外孙子也可以啊，是吧？这样的一种一种传宗接代的幸福感，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走过来的。啊、嗯，无论男女，你结了婚你不生孩子。 自我选择没有错误，从人权来说，这也不是错误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结果是多大的错误。比如说，这个女方嫁给这个男的，呃，女说女的说，我就不生孩子，你不生育，等这个家族被你灭了。它就是这么残酷的一个现实哈、啊。很多年轻人可能并没有想这么多，没有延续性的想，哎，才是这样。 啊、嗯，那么很多人，比如说单身主义者，比如前头恋爱几次失败了，失败之后最后说，我干脆我不找了。但是他们到了年龄到了四十五岁、五十岁和五十五岁的时候呢，你的孤独寂寞就来了，这个是父母亲救不了你的，所以大家能把自己女方把自己打发了，尽量在三十五岁以前把自己给打发了，好吧？找个这个生活的伴侣啊，嗯。 这样才可以，打发了自己再生两个宝宝，啊，你的婚姻是更稳定；不生宝宝的婚姻是有点飘摇不定，像面对海中的台风天一样，啊、那个随时是有帆船的危险哈、啊。那么，败家相之中还有一种状况，也是我们想不到的，就是忘恩负义者。明明人家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但有一天你忘恩负义。 还有恩将仇报，人家帮了你，可是你有一天呢，去害你的恩人，那这样的人是要遭天谴的，那老天都会惩罚你，所以就是败家相啊，嗯，就没有了那个忠义的感觉。啊，还有百家姓哈，就是常处在噩梦之中。那前面我们讲过的，我们都是我们的网友提供的他的真实故事。 有些像连续剧一样，啊，十几年以来，他做一个人的梦，就是就是鬼故事，连续性。啊，这个就是巨大的一个说法，啊，还有的不一定是连续剧的，但是常处在非常凶险的噩梦之中，几乎一到梦中就得与恶鬼为伴。啊，那这种现象也是不好哈、啊，就是败家相。 再有一种可能，你也没想到，就是所谓的忧郁。别人快乐的时候你悲伤，别人悲伤的时候你更悲伤，啊、嗯，那你的人生呢？多数的感受是痛苦的，是晦暗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哎，美丽的鲜花盛开，是吧？你带给你一种幸福感，但是呢，你忧郁的人呢？ 说你这破花什么好看的、啊？不就有点红吗？那你看到的美丽的，你让你不快乐。那这样的人生呢，就是还是缺少了一点正面的东西，少了一点福气啊。那再有的话呢，就是横祸。横祸，比如说容易撞车、交通事故，甚至是轻生，什么上吊、跳楼。 喝药等等，那横祸来的时候，就是好像都是天上给你个灾难，谁一不小心扭到脚了，最后一剪他脚骨头断了啊，这个就麻烦，是吧？刮大风呢，谁都在路边走，结果上头刮下个砖头的砸你头上去，啊，对，这叫横祸哈。百、啊、家想，还有比这个更惨的叫短寿，还有很折磨人的。 就是莫名的恶病，比如说，在中文里头讲的叫渐冻症，好像就是它的各个器官的神经功能，它会慢慢的丧失这些运动机能。就比方说，我们手会动，本来脚会动，哈、嗯啊，它慢慢就这些肌肉就丧失运动功能了。那这些脏腑，它的这些神经元的功能，它也会慢慢丧失这个运动的机能了。 他其实就因窒息而死。但是这种病症很痛苦的是，病人他本身他的大脑思维始终保持清醒，而且在完全知觉的痛苦中去世。这是我们中文的渐冻症。这种类似的疾病现在是越来越多。越来越多哈，这二十年，过去没怎么听说的，这二十年越来越多。最惨的是，你的头脑是清醒的，可是你的身体都动不了了。 而且没有药救，还有红斑狼疮或类似红斑狼疮的这个疾病，还有的非常凶恶的癌症，啊，对各种各样的这个怪病哈、啊，比如那种超级厉害的牛皮癣，啊，有些严重的哈，挠、啊、每天晚上在你的床单上能熬能弄出一一一碗来，挠下来的那个皮呀、啊，啊，这个很折磨人。 嗯，很多门人，还要再给大家讲一种哈、啊，比较容易辨别的，就是这个败家相将要发生前啊，人的脸上其中有一个东西会出现。这里头其实有很多种，我讲一个特别容易判断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哈、啊，在脸上，尤其是从以鼻子尖儿为一个界限哈、啊，鼻子以上的脸部。 到额头部这个区域当中，上头有灰色的斑出现。那么一般人长的雀斑不是，那这个灰斑呢，通常就是，呃，大小都不一样。我认可为成为这种灰斑的呢，大约有黄豆粒那么大，是灰色的。但是通常出现的时候就不止一个点，它出现两个以上或者多个。 但是能达到两个的时候，就有可能经常看到鬼；要到三个的时候，就有点麻烦了。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有可能进入到分裂状态，或者是寿命不长了。你这这个有点麻烦，那个灰斑去做美容没有用。 今天做了美容，明天还冒出来，因为那是魔鬼的印记，灰斑是魔鬼的印记，啊，不是你能擦得掉的，它也不是胎记，是之前没有的。所以为什么直接说精神里头会出什么东西呢？可能精神错乱，或者是你有的时候，比如说身体好好的，明天撞车撞死了，他脸上容易出现这个灰斑。 再接下来呢，给大家讲一个，这个厄运、好运，我们之前在讲《地藏经》，去年讲《地藏经》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一个形象性的一个比喻，就是三层的，就是功德、业力啊，有个三层的这样一个一个，怎么说呢？一种概念。 啊、嗯，比如说一个人嘛，我们说这个业力与功德哈，首先是建立在人的身上哈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功德呢，比喻为是一个气球，它就绑在你的身上，你气球越多，身上绑的气球越多就往上飘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做的坏事越多呢，就越力越重呢，就是往下沉。往下沉的叫秤砣，如果沉的越多呢，就是往生下三道。 那功德越多呢？功德的气球越多呢，就带你往上飘，啊，飘向于天道。就是人呢，人是在这个应该轨道、邪道和天道的中间体。所以人有好坏，人都含有的好坏。所以人有好心眼的时候，也有坏心眼，对不对？好事坏事我们都在学，也都在用，但是这个时候就需要辨别好坏善恶。 嗯，所以像下三道人就完了，就一定是受苦的、受罪的、短寿的、贫穷的、灾难的，啊、哦，那上上三道呢，就是天堂，有人说天堂就是上三道，那么他们的寿命呢，按人间的年来算，都是至少几千年，啊、哦，那最多的与天一样的寿命，你用光年来算，啊、哦，就是寿命非常长。 没有痛苦，没有贫穷，没有失业，没有离婚，都是好的。所以这个大家需要对这个有了这个一点认识哈。所以到最后，刚才给大家讲的，为什么会身上会出现那个魔鬼的那个印记呢？那你做的这个伤害的恶事太多，还有的是这一世并没有做。比如有一些孩子天生下来身体就是灾难性的。 他还没来得及做坏事呢，身体就这样了，是前世的事，前世做的，还有前世的父母做的，对，所以，我们这个很多人的这个罪罪业和惩罚，哈，是不是这一世的，是前世的。当然，我们这一世的这种优优点、好处，也是前世所为，比如天生的好看，天生的健康。 天生的聪明，天生的能做正常的事业，能做兴家的事业，啊，这也是前世做的，啊，所以因为这个前世做功德多，所以很多孩子哈说，好像这些功课都前世做过一样，就看着那么面熟，老师一讲他立刻就会了，是吧？教了一年级就三年级的你都会了，呃，这就是前世的这种他做的这种功德。 而引发他，使得有了这个智慧，他就好像前世都读过了一样。那那个就是智慧非常高的，这都是与前世有关系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想积功德的话呢，那内容也是很多的哈。积功德之后，我们会有很多正面得到的好处。好处有多少啊？请问大家喜欢发财吗？ 我觉得人生离不开钱财哈，呃、啊，是对的，这个不是错误，但是不要因为拿钱财要把别人给干掉，好吧？哎，首先，我们做功德哈、啊，哎，就是容易得到富贵，再接下来不问先后哈、啊，还有子孙兴旺，你儿子娶一个媳妇儿，那媳妇儿说，这这很快就生生宝宝啊。 都没得商量，你也不用做动员工作，是吧？你说第一个要女儿还是儿子？啊？朋友们，你那个儿子结婚之后，媳妇你先要，要一个孙子还是要个孙女？都能成就你的愿望，只要，但是你要有功德哈，哎，求男得男，求女得女，还有婚姻顺利。那、哎、有些孩子，那们谈半天一谈就崩。 就是见叫叫见面死，在网上怎么胡扯都可以，一见面完了，一见面就完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就是，其实哈也不是长相，就是姻缘不到。哎，你这个，你也有这个德行，这孩子见不见面都能成，是不是啊？找那个介绍媒婆一介绍，说对方一看相片喜欢，啊、嗯，哪天结婚吧？哎，你看这多好，都免谈，直接就结婚。 步入婚姻的殿堂，进入婚姻殿堂的时候，才第一次牵手。你看这这多好啊！第一次牵手就第一次结婚，是吧？啊、嗯，太棒了！哎，婚姻顺利，生孩子顺利，还有促成这些顺利的，还有就是硬条件，学业有成，你的孩子成为学霸，对不对啊？又聪明又智慧，长得也好看。这个孩子学业有成，很有智慧啊。 其实他就很有魅力，就容易有男人缘、女人缘，对不对？男生的有魅力，哎，女孩容易喜欢；哎，女孩就变得漂亮，又会说话，会来事，哎，男生喜欢，对不对？人家有这个有这个功德的人哈，哎，见面说的话也是很温和，对方喜欢。又看你的硬件儿，对不对？哎，名牌大学毕业，找到好的工作，那。 这些硬条件其实也是恋爱的资本呐、啊，也是很招人喜欢的。所以希望那个孩子们呢，你都能成就一番事业，找对象不成问题啊。还有呢，就是容易叫事业有成，事业有成是吧？你至少有钱花呀，对不对？你去买个买买买一碗面条说，说咱实在没钱，咱俩一人分一半儿吧之类的，那肯定不行，是不是啊？其实财富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 所以事业有成哈、啊，其实这是份功德，哎，怎么做都做不成，这是功德还不够。还有功德够的话，还有一个哈、啊，大家一定很开心的事儿，长寿，促进你长寿。比如说你家的遗传基因都是六十岁死，但是因为你呢有功德，这是做的这一世做的好事多，哎、啊，你就可能活到九十九啊，家族兴旺。 说你家的闺女媳妇儿可能生孩子了，啊，所以你都劝她，哎呀，已经六个了，算了吧。<laughs> 你媳妇就说忍不住啊，那再生俩是吧？哎，这才好，家族兴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家庭呢，通常哈，这个父母哈就非常的这个慈悲宽容。这样的家长一定是你的家族兴旺，这个家长做得好啊，怎么好啊？而不是在。 惩罚呀，挑剔呀，责骂呀，责怪呀，或者总是指点别人，啊，不不做这种家长，更多的是关怀、慈悲、赞美、协助、鼓励，啊，要用这样的方式哈、啊，你的孩子就会很好，嫁过来媳妇给你们配合的也好，姑爷给你配合的也好啊，要做这样慈悲宽容的人哈、啊。还有呢，没完呢哈。啊 而这样的好家庭还要乐善好施，一定是个非常慈悲善良的人。很多人内心很慈悲，但是外在是穿的另外一身衣服，就铁公鸡的衣服，拔不下毛来。用铁做的鸡，这个拔毛就很难啊。对，光内心慈悲还不够，一定要有外在的，嗯，助善奉行，啊，乐意去做这些善事啊。 其实善事越做，其实你越富贵。你就特别抠门吧，啊，特别抠门从命相来说，你小气鬼，小气鬼一定是穷人。请记住这一点哈，对朋友更好一点，大方一点，其实你就越富贵。这就是天道。其实经常布施的人，他的财富远远高过于经常去拿别人钱的人，就是施。 比瘦更有福，懂得了哈。施比瘦更有福。我们布施的人，因为我有钱没事要从没钱的时候开始有这样的心。我有钱，我布施。我们穷的不得了的时候，我妈遇到那个逃荒乞讨的哈乞讨者，经常会他只要有空就会领回家来给人煮个面呐啊,啊。那时候包饺子太麻烦了，煮个面呐、啊，拌个疙瘩汤啊啊，把它腾热的馒头啊。 给人供着吃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毫不吝啬。反正我妈就是这么个人，所以一定是个乐善好施的。哎，遇到人家讲佛法了，哎，你就开始供养佛、供养僧、啊，供养寺庙。哎，哪里有水灾了，哎，我们能给正式捐钱的这个慈善机构给人家钱啊，希望能帮助帮助这个遭水灾的众生，这不很好吗？是吧？就说别人贪污是他的罪过。 但是你的慈悲是培养你的内心变得更加慈悲，那我们的家庭呢？我们的后代呢？那将来就是大富大贵、如意吉祥啊！这个大家听明白了哈？好命坏命都是自己造，所以我们这个好命啊、呃、败家命啊、呃，都是自己造出来的。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 就此欢喜。